垃圾车执行勤务时，一名身穿橘色雨衣的清洁队员拖着满满的厨余桶，接着另一人拿出空桶子做交换。这以桶换桶的画面全被街坊邻居录了下来。有民众举发，北市万华区的举光路上，长期有环保局人员向私人或营业场所交换厨余桶，不满漠视法规，滥用公家资源。如果是环保局的同事，为什么可以给一般家庭或者是店家借用？假设说我看到这个是店家好了，那是不是他也算是营业用的牌子？那他应该也是要被拒收的。为什么在万华是可以被接受，在其他区是被拒绝的？封闭清洁队公器私用，依照北市环保局规定，家户或营业单位厨余量以30公斤为限，超过则拒收，必须找厨余回收业者处理。就算符合规范，也不能拿公家厨余桶使用，质疑环保局独厚特定业者。把桶子交出来给民众，桶子一般不可以交给一般的民众，大家会质疑是不是有收了什么好处。我想议员讲的对了，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来查清楚。那如果他不是有就是相关，像刚刚讲，不管是市场或是之前有提出申请的，没有的，我们就应该要把它查清楚。记者实际走访万华区，当地里长确认，环保局厨余桶是由一间经营20多年的水果业者使用。附近街坊邻居也都知情，但里长解释，环保局是体恤业者才会提供厨余桶使用。它的量其实不大，而且它大概都是一些蔬果的一些表皮，所以都蛮轻的，都低于我的理解啦，都低于30公斤。我的理解绝对没有任何说还有这种什么1300，这完全不可能啦。其他水果行则是拿出不同容器来装果皮厨余。这回环保局爆出拿公家厨余桶以桶换桶的专属服务，引发争议，是体恤业者还是独厚业者，有待政风处调查厘清。民视新闻采访陈延凯台北报道。